更加轻松的来体验小米的智慧型手机以及各项智慧家电产品，也希望大家可以用最亲民的价格享受到最美好的产品服务。那么目前小米之家全台湾已经有25间的小米实体店面咯，这次为了服务中正地区的好朋友们，将在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是小米第26间专卖店开幕的喜讯，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广大的米粉们更方便更便利来体验小米产品的管道，持续的深耕跟用户的连结。那么在未来一年呢，也希望可以让全台湾的米粉们身边都有小米之家，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拥有更加便利更加轻松体验小米创新科技与智慧产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开幕剪彩之前，其实我们还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要来送给大家。小米呢特别为了这一次的开幕活动准备了一段精彩的开幕表演，特别邀请到